好，我帮忙请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小朋友表演。
念他的表演成果哦。哦，这首歌非常的震撼，而且呢，我们结了很多很多的交响乐团的古乐器，哦，让我们的表演呢听起来都非常的隆重，非常厉害哦。我们小朋友在教他，在培养我们的交响乐器啊，去除了训练我们小朋友的节奏感以外，还可以训练我们小朋友的专注力啊、哦，因为他们必须要很准确的在固定的节拍里面敲下重要的指挥。好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在课程上面都会特别注重这一点。那小朋友也因为这样子的学习，在他平常的生活呢会有些帮助的。好，我欢迎我们的小朋友。
师那么专注的在看着老师的陪笑哈。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莊思源教育中心的对最主要的工作学习。好，最后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。